最想要吃什么？我要吃奶饭。螃蟹。旁边就是八斗子鱼缸，我们要来运动。公主号，还好，所以这边到底是算避难鱼缸还是八斗子鱼缸？我们可以坐船，所以这边是不是有那种类似像餐板？不对了，我先坐，再换姐姐坐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两只恐龙，那边有三只恐龙，两只。结束了。七棒，爸爸，爷爷要帮忙啊！七棒，你赶快上去，还没。加油！姐姐加油！姐姐再来。好乖呀！要成功，他就没有成功。今天的避难鱼缸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的也可以来这边哦，运动还可以吃海鲜呢。最后说什么？我们最新的纪录三家，泰迪熊，这家是泰迪熊吧？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鲜奶茶。等一下，上面为什么是咖啡，下面是白的？下面是牛奶，上面是茶，所以要摇一摇。而且他现在万圣节啊，有这种瓶子，万圣节的瓶子，漂亮哦 ，Halloween。因为半糖啊，所以比较淡。然后姐姐这个呢是巧克力冰沙，就是型男华一椒香蕉巧克力冰沙。然后她说这边打开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喝这个奶泡。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喝下面的冰沙的话，那就是纸吸管，或者是你有环保吸管也可以，直接从这边戳下去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喝了。我也要喝，品质很好。好喝吗？赞。这个是经典泰迪的奶茶布，这个有香蕉味，当然啦，那个好喝哦。
们在梦时代。那个巧克力太甜。巧克力太甜，妹妹喜欢酸。看你看这个吧。好了，喜欢的可以到梦时代这边来试试看哦。最后是什么？奶泡好好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奶泡有点甜，太多了。Hello. 我们今天的晚餐是兔子蛋海豚咖喱饭，他们最近不知道什么爱上了咖喱饭。好，妹妹今天吃的是小海豚，然后姐姐，姐姐是小兔兔，吃吃看吧。我要先吃水果。那是苹果。我要先吃它的。来不及了。姐姐，你要把兔子的耳朵给剪掉了。我不敢吃。那是小白菜，好吃哈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哦，在家也可以自己这样简单做哦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看起来太好吃了，其实我们姐姐也想吃。怎样？我们也想吃这个，还有菜菜跟苹果。对呀，你们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刚一进来直接很饿，我怎么不想吃这个了？丢掉。